怎么会把这个瓦斯喷枪对着这个砖墙烧，然后你还叫我站在另外一边呢？因为我要展示我们新的这块建材到底有多神奇。脏的空气、污染的空气被吸进来，这个就是 N。你看呢，像我们的二氧化碳啊、一氧化碳啊，就从这里被吸进来，因为它是一个流体力学，一个 N 冲效应。是，干净的空气上来，脏的空气进来，然后产生一个空气的一个循环。